哎呀，给我化这个妆有点浓，我现在一走道都掉粉。啊，是呀，要么怎么说您帅的掉渣呢？哎呦，谢谢。那我把这麦调低一点，别挡着这帅脸。哎，好嘞，您。哎呀，好。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。刚才的这个节目啊，是咱们的传统戏曲，名字叫做这个叫《劝君王》吧？哎，说王不说八啊，文明你我他。那叫《劝君王》。哎，这就对了。现在呢，让他们下去稍事休息。哎，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哎，上台呢，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叫黄岩，我叫严世祥。大家还挺捧啊，谢谢各位啊，你们不鼓掌还真不知道怎么往下说。哎，是今天呢我们俩给大伙儿说段相声。哎，没错，这相声大伙儿都知道有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。哎，这四门功课要都想练好可是太难了呀。是呀，要么有句俗语说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。是啊，大伙儿听听，十年功就这练这四门功课，平均下来每样功课都得练习两年半呢。哎，您这两年半听着可有点菜呀。所以咱们相声演员的自我介绍应该是这样的啊。怎么介绍？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个人相声演员黄岩，喜欢说学逗唱 music 几年太回来吧。您再跳啊，再跳咱可就该收律师函了。我这就是活动活动身体嘛，你看大伙儿也爱看，咱不能老说相声不是啊。这倒是，这干嘛事啊都得讲究个劳逸结合。哎，所以前几天咱们练习之余呢，我抽空去北边阿比斯库玩了一圈。哦，阿比斯库那是好地点啊，能什么看极光呀，什么狗拉雪橇啊。哎哎，您别说了，我到那块我就生病了。啊，怎么了？那地方天太凉了。着凉了您？哎，都给我冻拉稀了，我那拉的呀就跟那黄河泄洪似的。这泄的呀估计也是，行，挺配合观众，挺配合这拉稀的鱼。这泄的估计也是那鲱鱼罐头汤。您还真说对了啊，我这个泄的实在受不了了，我怎么办？我说去医院，结果大夫给我预约到了30天之后。啊，好嘛，这拉个稀30天咱受得了吗？受不了啊，怎么办呢？我挂急诊。急诊快。哎，当天见着大夫，我跟大夫说，哎呀大夫您快给我瞧瞧吧。哟，这是看出难受来了。哎，大夫看了我一眼，你干啥？好嘛，这阿比斯库大夫说话还带股大碴子味儿。您这么想啊？啊，阿比斯库是不是在瑞典的东北？是啊。观众都听出来了，那东北人说话带大碴子味儿咋了？嘿呀，这合着这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哎，这其实都不是重点啊，大家，重点是我发现拉稀这个单词儿外文我不会说。哟，那不麻烦了吗？哎呀，咱现在知道啊，这都医学院的同学好多都是拉稀，英文叫 diarrhea。当时谁知道这个对吧？啊，是啊。怎么办呢？我不会说，我跟他形容一下。怎么形容？我跟大夫说了，我说大夫 I shit like soup。 好嘛，您这都拉出汤来了，您闹不闹心啊？您就别说闹不闹心了，您让大伙儿评评理，就说我这个比喻形象不形象？就像这观众说呢，这形象倒是挺形象。哎，这大夫一听就听明白了，他吐完了就给我开药了。哦，这大夫都吐了。哎，大夫这药还挺好使。哎，那感情好啊。但俗话说得好啊，叫西方不亮东方亮，下头不疼他上头疼。就没有这俗话说，您就说怎么着了吧。您我这个智齿发炎了。哟，牙病，那赶紧看看吧。哎，所以我专门打了个飞机就回到了斯京，直奔咱们 KI 医院拔牙。哎，黄老师，听会儿，您把您刚才说的重复一遍。我打了个飞机就回到了斯京。哎，黄老师，甭说了您啊，
我觉得我这个有必要给您普及一下这个俗语啊。那您说说这个俗语啊，有说这个坐飞机的啊，有说打飞的的，哎，但是您这个打飞机呀、啊，它是另一种活动。不是，你看观众发出了充满求知欲的鱼声，你不得给人家说说吗？这个啊，得，我发现您呀、啊、根本不适合坐飞机啊，您适合的是开车。啊，各位不好意思啊，说错了。我开车就回到了司京，直奔 KI 医院拔牙。哎，这变得还挺快。哎，这大夫见着我还挺热情。哎呦，这不那谁吗？您来里边请。啊，得，这司京又变天津了。哎，仔细的检查了我的病情之后，大夫说我这个智齿要手术。哎呦，那赶紧的呗，咱治病要紧的。哎，不着急，手术之前呢要做一些化验。哦，验血验尿。这个血呀好验，你把胳膊伸出来，这个护士一针下去，这是给您扎漏气了是怎么着？难的是这个验尿啊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上哪儿拿这个验尿杯去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到医院一楼那个便利店买了一桶果汁儿，把里边饮料给喝了。哎，用它来装。哎，黄老师啊，咱可就验个尿啊。哎，啊，咱用不了那么大的容器。这您就不懂了吧？啊，怎么了？这万一让人给偷了抢了怎么办呢？啊，没听说过，没人闲的没事抢这玩意儿。我在厕所憋了半个小时我才把它装满呢。啊，还能给装满了？我端着它一出来，您猜我碰着谁了？啊，碰谁了您？我碰着刚才那劝君王里边那君王了。好嘛，哎，那君王可在底下坐着呢，您小心点儿，一会儿他上来再治您个大不敬的。哎呦，那君王同志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大伙儿不好意思，我这说错词儿了，咱们重说好吧？啊，重说，重说，重说。刚才说到哪儿来着？自己想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停停停停停，合着您这是从头说呀？我看那边刚进了两个人，就站那儿呢。你看，那您也不能从头说呀，您就从您从厕所出来那段说。哎。我从厕所出来，您猜我碰着谁了？啊，碰谁了您？我碰着您父亲了。啊，得，您还是碰见君王吧您。说王不说八，文明你我他。啊，得，您还是碰见君王了吧您？那么事儿呢？哎，怎么？我跟君王两个人聊聊天儿，啊，交流交流病情。聊完之后，他走他的，我走我的。然后走着走着，我发现我这饮料瓶空了一半。哎，那奇了怪了呢。您别说啊，我也奇怪呢。我正怪着的时候，君王给我发微信了。啊，什么微信呢？君王说：“黄岩，你的饮料可能过期了。”好嘛，这怎么还喝上了呢？哎呀，反正最后历经坎坷，这个尿也这么验完了。啊，没听说过啊，这张嘴把尿验了，也就澳大利亚那霍顿能干这事儿。不许辱骂我们君王。哎呦哎呦，臣知错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，反正就是最后血尿一切正常，可以手术。啊，那好啊，那咱就开始吧。哎，大夫让我躺在那个躺椅上，我一看那躺椅我都害怕。哟，这怎么害怕了？上边都破了。哟，这硬件条件不行。哎，我问大夫，我说大夫，这怎么都破了呢？是啊，大夫说没事，他们上次做手术的时候扎得狠了点。好嘛，这大夫还挺猛。哎，我这一看我更害怕了呀，我说大夫，我害怕，我第一次做手术啊。大夫怎么说呀？大夫说没嘛事儿，我也第一次。哦，这俩第一次的碰一块儿了。哎，这大夫还跟我说了，我要是成功了，你就给我来个点赞投币加收藏啊。得，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那我寻思都到这份上了，咱赶紧开始吧。啊，是呀，赶快的吧。大夫说你躺上先打麻药。哎，黄老师，哎，这个据我所知啊，这个麻药有两种，这其一啊是这个全麻，其二呢是这个半麻，您选的是哪一种？我选的是微辣。咱们天津人啊吃不了这么辣的，再加上我最近这个智齿上火。哎，我哥哥停会儿，咱是来动手术的，咱不是来吃火锅的呀。是吗？啊，多新鲜呢！您自己个儿的手术您不清楚，那我选的是半麻。哦，麻了上半身，麻了下半身。这是怕您疼跑了是怎么着？打错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没事啊，各位都不要紧，这都不是什么大事。那 KI 医院出了医疗事故，又不是这一起了。
又把我上半身也给麻了。哦，这归西还是个全麻。哎，麻完之后，大夫就拿个老虎钳子就往我嘴里捅。哎哎哎，停停停啊！往您嘴里捅，不是往我嘴里捅。这您甭把活都往我嘴上撂，行吗？反正我在这块躺着，看着墙上挂着大夫的简历。那、啊、怎么说呀 ？KTH PhD of 挖掘机驾驶。哦嘿，蓝翔出来的当大夫了。最后他也没拔下来，能拔下来才怪呢。结果我从医院出来，您猜我碰到谁了？您又碰谁了？我碰到您父亲了。合着我爸就必须得出现这么一回是吧？哎，您父亲这次出现给我推荐了咱们斯德哥尔摩的铁路医院。铁路医院？这斯德哥尔摩还有铁路医院？哎，我到了铁路医院，大夫一看我说，你这个病好治，跟我走。啊，去哪儿啊？火车站。哦，这铁路医院的就得去火车站。哎，到了火车站给我绑在一个电线杆子上。这有嘛意思？拿出一根绳子来，这头绑在我这个智齿啊，这头绑在了旁边的一辆小火车上边。嚯、啊！大夫说了，这是咱们铁路医院的独门秘方，3分钟之后小火车一开车就能把这个牙给你蹬下来。好嘛，您这秘方可有点费火车呀。结果3分钟之后，你猜怎么着？这牙下来了，小火车停运了。啊嘿，这司京这交通和医疗一样都不靠谱。哎。小火车停运不要紧，但旁边还有大火车呢。这 SL 换 SJ 了。哎，又把我这智齿绑大火车上了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大火车一出发，只听得啪的一声，这回牙下来了，火车出轨了、哦、火车都出轨了。这火车坐头发去了是怎么着？嗨，最后啊，我这个是万万没想到，我这个牙最后还是下来了。那怎么下来的呀？让这个铁路工人给我打下来的。没听说过。